现场其实还有雪宝哦，雪宝，雪宝好可爱，雪宝，雪宝，我是雪宝，我爱爸爸，我就是雪宝，是我配的啦，配过，你有配过雪宝？对啊，雪宝是他啊，雪宝是你，对对对，雪宝超可爱哎。我们听一下嘛，他刚刚已经讲，我刚刚已经讲完了。不是，我没有感觉啊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是雪宝，我爱爸爸。不是，不是，两个声音，对不起，搭不起来。一人碰这种动画配音，他们喜欢听我们自己原本的声音，反而不要我们变太多，要辨识得出来啊。是吗？不不不，这跟那个没关系，我就是用这个声音配的、啊，是吗？以来这么多的集，这么多集的那个《冰雪奇缘》，冰雪奇缘他配的、啊，对啊。那这样搭配你的脸怪怪的。当然啦、啊，你到看到我的脸跟没看到我的脸，那因为专业配音员的话，他的声音他会变化非常非常的多，让大家认不出来是哪，甚至一个人可以配十几、二十几种声音都有可能，厉害，甚至更多。对，对啊。那我们配雪宝就是哎呦啊呜啊呜啊呜。可以打，因为雪宝有很多都在叠来叠去，在里面滚来滚去的声音。所以你在配。你要骂我？你要骂脏话？没有没有。骂脏话？骂脏话？不是，没有，不不不，那是声音哦，撞声像像啊，对对对，懂了吧？你自己在配的时候也会翻白眼吗？好忙哦，什么鬼？亲好多。表情要带动，其实在里面这一都是很丰富的表情。对，但我们都是这个班门弄斧了。今天有很多厉害，今天是来专业的啦，对不对？今天是来一些专业的配音员哦，欢迎大家。那虫哥跟丫头也一起来了，虫哥有配过，虫哥配音也配超多的，配过那个马达加斯加、史瑞克里面的 Donkey 女子 Donkey， 蛋头，天哪！我配蛋头，都配过蛋头。蛋头又来了，这头第四集的。其实蛋头的故事蛮多的，都是演蛋头。然后还有《冰原历险记》S H 里面的喜德，喜德，喜德的表情，又素懒，对，素懒，对对对，好适合哎，叫的声音比较特别一点，对对对。那里面他有叫吗？素懒有啊有啊，叫的凶了，叫的凶。你想听我学素懒叫的声音，叫的声音吗？你感觉我啵啵啵，我哦，那是沈玉玲学的了，我不确定他是在哪一个频道看到的，但我是在迪士尼的频道，在那个梦工厂的频道。有特别变声吗？那时候还是我有稍微跟本人声音不太一样，比方说那个驴子，史瑞克驴子，我是稍微有憨一点。哦，那个史瑞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啊！你不要这样子嘛，拜托。对，有点像憨憨的这个声音。那，但是那个《冰原历险记》的素兰就要稍微扁一点，因为他的嘴巴是这样。然后对，哎，蛮尼，快点快点！我跟你讲哦，前面的地方就有一个那个很好吃的那个果实哦。你这个很好吃。哎，你口才多艺耶，好厉害！你走目前好可惜哦，你应该好配音，拜在长相对不对？是啊，我说你配音太强了。那詹子晴，你声音这么 special， 你有配音过吗？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声音特别，应该配过很多卡通，但是其实我只配过一部而已，我只有配赚到。对呀，我适合，我也觉得我很适合耶，配萝莉的那种，萝莉的，萝莉什么？喜欢的，对，或者是村里的。这种之类的就很适合，可是我这个配过也跟我反差很大，就是辛普森家庭霸子的妹妹 Lisa， 因为她是聪明的，结果他们那时候找我配这个角色，然后但是我的声音不聪明，所以就配了一个跟我反差很大的。然后因为像我去试镜的时候，导演就说他觉得我的戏很好，所以那时候就确定要我演一个老师。结果后来要正式去演的时候，结果那个导演说，我觉得娃娃音好像不适合演老师，那我们决定让你演一个不会说话的老师。好，那感觉是跟你发专辑，然后出唱片，结果是唱手语歌了。手语歌是一样，对，手语专辑。帮你发专辑啊，唱手语歌好了。所以我就觉得很纳闷，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另类的把你开除掉的感觉，是真的掰了掉。对啊，很特别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来学习一下，因为今天后面五位配音老师有了配卡通啊，有配过戏剧的哦。对，他们等一下会讲一句他们配过的台词，让大家猜一下是什么。好，就是第一位瑞奇老师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全台湾最帅的。
怎么样？大家反应很强吗？对，是谁？花花花花。还有一个是普鲁鲁普鲁发米发米发，我是小魔女的瑞米里面的烂穿衣服。完全变一个人哎，好强啊！都是你哦，哇，好帅！因为您的资历在里面是最深，24年的，24年，配过哪些角色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请看，蜡笔小新的美牙，你是美牙，这有这个主角太阳，太恭喜！哇，冬季恋歌哦，电连续剧也有啊，主君的太阳，不要再离开我了，俊香，你知道我爱你吗？哇，声音，那你可以帮我们配那个美牙，然后阿 Ken 来演那个就是小新来惹你，然后你骂他这样。那蜡笔小新的声音大概是怎么？妈妈，我刚刚用你的肥皂洗澡，洗大象，洗香香，好舒服哦。小新，你知道我这1000多块的香皂吗？你竟然去搓你的屁股！现在让我们有点吓到，对，这居然都同一个人呢。对啊，我们神奇哦，都是你哎！而且刚刚是不是我们在搭那个捷运站，也是你配的扶梯的台语的“恰秋华后水卡跳后在”，黑喜你也是，神奇，上下课上下班都在听他的声音，对啊。哦，好，欢迎老师，欢迎老师，欢迎老师。现在第二位阿聪，你讲一下角色的声音吧。角色的声音来听一下。我不要跟妮妮玩超真实扮家家酒了，小西救我！是谁？正南，要蜡笔小新的，跟我去玩扮家家酒吧！我不要了，好诡异啊！你是大人啊，配小孩的声音，好有点恶心哎！怎么讲出来？好奇怪，超违和感，超违和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你配过哪些角色？您资历有10年的时间，对，正南啊，园长也是你，园长，刀剑神域的同仁，进阶巨人的爱莲，爱莲烟卷，哇，烟卷，哦对，烟卷，你是烟卷，烟卷很贱呢，哈德利。烟卷其实跟正南蛮像，对对对。哈德林，这可恶的烟卷，看我的厉害！反派角色烟卷，你可以用正南跟园长对一下话吗？然后还有动感超人可以出来。动感超人好期待哦！太想了，精神分裂吧？怎么都是你？动感光波。园长，我想上厕所。厕所在。动感超人，动感超人就是比较正气的声音，他就是小心，我们一起去攻击敌人吧！哇，妙哇，好熟悉，欢迎你。接下来我们请亚梅帮我们先开口一下。哎呦，唔敢拥有，因为惊会失去。哇，这个可能是妈妈比较会猜得出来，妈妈比较会猜得出来哦。请亚美老师解答。你们先看，有15年的时间哇。刚刚是独孤皇后，对，烈火如歌，是她里头的女主角，就是陈乔恩演的独孤伽罗。对。啊，你本来的声音是这样哦。对，小王子的有声书就是等于是要把整个书念出来吗？小王子这一部的话，它比较特别，是它有找了不同的人来录。那我主要是录小王子，你是小王子，是小王子，可以讲一段小王子的吗？只会讲什么？我自己编一段好了。小王子，小公主，来过来，来坐我旁边。不是这种，不是那种。小王子没有公主，没有。我们家的小王子很纯真，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他只有一朵玫瑰花，只有玫瑰花，没有狐狸，狐狸被狐狸怎么被养？看的是不同本，老师，蝶姐就无聊的星球顶啊，我一个人孤单足久的，我想要出去冒险。哦，小男生，小男生。小男生就是找其实女生优来配这样子，对，基本上是很多的小男生都会找，对，因为男生的声线来讲，他会比较受限，比较没有办法压到那么小的小朋友，但不是那么的绝对啦，只是说多数可能我们8-9成一定都是由女生来配，对，哇，欢迎老师，欢迎老师，欢迎老师，接下来我们请乃文老师帮我们开口讲一下，大叔，
你是鬼怪吧？太明显，我爱你哦。你是鬼怪那个女主角？对。大家都有看吧？有。对呀、啊，我是看韩文版啦。你是看韩文版哦？我是看中文版的。对，所以那个声音印象好深刻哦。也是跟我声音差蛮多的。对，我们来看看您还配过什么样子的角色？十年的资历，十年的资历。对呀，传说对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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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杜克西耶，杜克西。对，雅哥你，我们要加油哦。站起来！哎呦喂，好厉害哦！好的，欢迎老师啊，谢谢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接下来佳琪，我们来请你来讲一下台词。小心擦枪走火哦！我可是最强的射手哦！知道了，谁？对不对？谁？锦啊！传说对决，传说对决的锦。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你的资历。传说对决，传说对决，和李玲罗三个角色哦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年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